诗画江南吟宋韵，美好中国传节气。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另一种天赐的声音，这是源自大自然天地万物并秀的声音，这是散落尘世间千年宋韵流转的声音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立夏节气的声音。宋韵24节气，今日立夏，我们一起聆听立夏的声音。我是伯远，和我一起在24节气中品味宋韵之美。